人问我到底做啥货，其实嘛无啥特别，只不过是一般人家，只是算上人家，只是一届吃喝拢无失意，醒来变成一切无滋味，无爱名牌，无爱穿水水。无讲一定爱有甲绝对，了解目标双双对对，名声不过是部分而已，不是着爱好也爱有钱，无数荣华万年富贵，讲来就是变作一只猪，做得竟然不是为名利，不是高尚，不是无爱钱。是想了解生命的意义，只为家己会真正快乐哦。爱为别人才是有意义。若有一日大家拢欢喜，唔惊艰苦会笑嘛有泪。